个大家知道，过去四年啊的疫情哈，影响到很多县民的活动哈，很多馆舍几乎都没有人去看。那疫情过后以后啊，这政府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哈，鼓励大家走出家园，走出校园，去参观一下艺文方面的。那这次办针对小朋友、小学生、国中生、高中生啊，那我们有一个博物馆，这博物馆是金门最大的博物馆，除了介绍金门的整个历史以外哈，当然也有一些展览。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，从车上就有一路上的说明。我们希望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，他可以认识到一些基本的故事也好，基本的历史也好，一些美感的体验也好。在外面上课就是可以体验很多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。像说我们在金城嘛，哈，这些人其实以路途来讲是觉得蛮远的，尤其要家长有空，好才会带他过来。那孩子可能对这个园区离这个时代已经很久了啊，可能不了解，但他去看了之后，他可能就知道哦，原来这个园又在哪里。就是用小木拍打土，然后还用那个滚轮，就是把那个土压平，就是可以实地体验那种好玩。我们还会穿插一些活动。比如说我们请傀儡戏啊来演一些那个传统的戏剧啊，那对小朋友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规划跟设计。我觉得孩子他们回去的反应都感觉说，哎，我们金门竟然有这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，甚至他们会回去会跟阿公阿妈分享，阿公阿妈会给他回馈，哎，我们以前的生活就这样。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次文化的体验之后，啊，他不仅对金门的文化、金门的艺术有更深层的了解，再跟他的生活结合，那印象深刻。我们希望说这个可以传承下去。整个活动里面啊，我们要感谢文化部哈，尤其在美感环境教育这块，我们很感谢中央支持。那美感教育是多方面的啦，我觉得对我们小朋友、对国中、高中生都是很棒的一次安排。